星期二的新货真的是非常的多，好多的 kiwi 给大家，还有青苹果、红苹果、梨那些都有。是 office 的给那个菲律宾香蕉 ，Australia 我感到非常漂亮，嘎达里。哦，这个 deep 的 blueberry 真的是好新鲜哦，天哪，真的是好想咬上一口。哇，还有这一个盖桑吉西班牙的。可是们很美很大力哦，这个真的是中草莓啊，看干嘛，这些澳洲草莓去到尾季啊，这么冷啊，那个甜度也是蛮高哦，很冷，整个中国柿子啊真的是很便宜啊，这么多啊，10块钱罢了。小巨峰葡萄很多人没有吃过，可是试了它之后呢，很多人都回来追，真的就很冷，真的又好吃又便宜，大家看到吗？那这样子就吃下它的肉就可以吃了。很多人吃了后都讲哦，不输韩国跟日本，很香哦，它只是比较小粒而已。